用户，今天我为大家演示一段规范的一个操作，洗车的一个操作流程视频，大家可以观看一下。这个视频是要留档的，回头会下发。我们先把这个整车打一层泡沫，做下雨处理。我现在拿的是高压冷水箱，现在已经切换到了冷水功能。目前是用的高压冷水打这个泡沫，你看一下，整车打泡沫很快，几秒钟整车打完。上午好，老铁。今天我们来的匆忙，那个废水收集垫忘带了，你们回去操作的时候要车的周围要加上废水收集垫。好，我们现在启动蒸汽。米奇。刚才打完泡沫，现在是出蒸汽。看一下我从哪里开始洗，以后大家按照我这个流程来走。好久闭关，火花半开。
去那边。
啊，好。筛选了用户啊，出去那个洗车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人一块儿去，一个人可以拿大毛巾半边车洗完之后，一个人拿着大毛巾把它擦干净。我现在我要自己操作。目前这个这一半车已经洗完了，可以看一下效果。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泡沫在网上都能买到，洗车用品店都有。车顶我没洗，车顶大家在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这管子别扫到那个车门框就可以。高凳子。然后洗完之后，两个人一头拉一个这个大毛巾，过一下就行了，就干净了。行，今天这个车身演示啊，咱们就到此为止。